下好多说什么，就是简单说，我觉得两年说快就是很快，说慢是非常慢，但是在这两年能有大家的陪伴，我非常感谢。然后我想让大家知道，因为大家我们才能站在这里，因为大家在这两年的每一天的努力和辛苦才能站在这里，所以我想说你们是最棒的，辛苦你们，辛苦了，爱你们。OK OK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鲁，小马云，小马云，我想感叹一下这个场面确实很壮观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台上看周围你们所有人的这个画面，我刚才一直在看，真的非常非常壮观。小马云练习的时候在视频里面看很多这样的画面，然后今天我可以站在台中间自己感受这样的画面，很开心。张宝宁，我想跟你们说的是，我大概在4年前5年前的时候刚进入这个行业，有一个人告诉过我，他说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喜欢你是应该的，所以